就能看出他的功底有多么深厚。但是要知道，你要征服的，你在陆地上的三连翻，这个是在水中，水是有浮力的。加油加油！还有最后一个。目前来说，我们这个二人转演员，他的体力和技巧是非常非常出色，非常轻松，一次没有过关，没有落水，就拿到第二关。第二关更不是问题了。兄弟，要想拿出好成绩，就必须加速。现在我们的时间是1分30秒，加油！如果你在1分30秒之内，那么今天的记录就是你的。现在最快记录是1分30秒，来自我们的快乐家族。我们的大腕果然是练过的，慢点啊！高手在民间的，加油！轻松过了前几关，来到四五关，马上要过了，稳住，马上最后一关。小心不要落水上，这样会很滑。小心不要落水。好，最后让一下，让一下。现在1分26、27、28、29。好，恭喜你，你的用时是1分29秒。